各位老板好，今天我来带着大家白嫖这个商用的大模型，也就是可灵 AI 的视频生成工具。我们打开这个网址看一下，它这个是可灵国际版，上面有一个切换至中文版，咱们不要点这个切换至中文版，它的网址也和中文版有区别，后边是可灵 AI.com/globe。 相信国内的朋友对可灵这个 AI 也并不感到陌生，可灵的视频生成模型呢效果相对不错，但是由于国内的视频生成模型竞争太激烈了，可灵的视频生成模型在这个 Webatch 中排名大约是20几名，排在维度之后，但是我觉得效果都差不多，这个综合评分最高也就是86，我们可灵 AI 能达到 81.85%， 其中有一些细分项目，比如说这个主题一致性评分能达到 98.33， 目前生成质量最好的 1.1 模型，它的主题一致性也仅有 96.62， 还落后于我们这个可灵模型。众所周知，主题一致性也包括人物一致性，在视频的生成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回到主页，我们来讲如何免费不限次数的使用它的视频生成资源。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Great， 点击这个按钮，它需要我们进行登录或者注册，这里我们选择 Sign in with email， 就是使用邮箱注册。到这一步我们就需要用到临时邮箱这款工具，临时邮箱这款工具比2925无限邮要好用的多，无限邮需要不断的去注册这个邮箱的账号，而临时邮箱只需要两步，第一步生成一个新的邮箱，点击这个按钮，然后将邮箱的地址复制出来，回到可灵的注册界面粘贴，输入两段密码，点击 Next， 它需要我们邮箱的验证码。那么我们回到临时邮箱，点这个 View Mailbox， 我们的邮箱已经收到了这个验证码，将这个验证码复制粘贴到相应的框内，点击注册，我们就已经成功注册了可灵的国际版。每个月呢，可灵的国际版会给166的积分，这166的积分相比于国内可灵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看一下国内可灵的积分情况，每月也是有灵感值166，然后生成高品质视频会花费35个灵感值，图片生成每次需要4个灵感值。可灵的会员呢相对比较便宜，黄金会员每个月58块钱，对比极梦的69块每月，还是便宜了11块钱的。国际版的可灵和国内可灵价钱基本一致，当然我们是不花钱的，我们每注册一次都有这个166个积分。像这个效果图、旋转猫、倒咖啡、一路生花，这些都跟国内的可灵功能是一模一样的。视频生成功能，这个新出的可灵 1.6 模型人物一致性效果非常的好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这个是音效的生成，我们生成一段火箭发射的声音，它需要10个积分。我们来听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功能生成一些转场的音效是非常不错的。另外一个就是试衣服、对口型，最后一个是延长生成视频的时长，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视频生成的效果不错，我们可以将它延长3秒、5秒。如果我们用完这166个灵感值之后，我们继续使用无线邮箱，刷新一个邮箱，重新注册一遍，灵感值呢就又被加满了。基于可灵 AI 可以无线生成视频以及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较好这两个特点，我们可以制作一个类似的人物唱歌的 MV。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后合成的效果，然后再演示如何制作。过秋节模糊的灯影，谁的脚步在记忆中苏醒，一封信埋在泛黄的日历，那年笑颜如梦般透明，窗外雨的敲打，孤单夜晚，回忆缠绕成无声的呼唤。黑白照片书说时光的慢，却带不回你离开的瞬间。好，我们来演示制作。
首先输入提示词，生成人物的图片，下载我们认为满意的图片，以刚才生成好的图片作为参考，生成他拿着不同乐器的图片，以备我们转场使用。生成三个场景的图片之后根据图片生成视频内容，像这样弹吉他唱歌的，录音棚唱歌的，固定机位弹吉他唱歌，还有一些过渡动画，边弹琴边唱歌，我们会根据这样的一些画面来生成对口型内容。这个文件是我用 AI 生成的一首歌曲。窗外雨的敲打，孤单夜晚，回忆缠绕成无声的呼唤，黑白照片书说时光的慢。这首歌是我用 Germany 作词，天谱乐 AI 成曲的一首歌。这三个步骤是我经过去伴奏、去和声、去混响，最后生成的一段干净的唱歌的人声。如果不知道怎样去处理音频，可以看我这篇帖子。我们来试听一下这段音频。你是我触不到的星光，却照亮每个寂寞时光。即使天涯隔断了过往，思念仍悄悄生长。接着来到关键一步，因为我们涉及多个分镜头，而且可灵国际版最大支持生成的视频长度也只有10秒，所以我们需要对音频进行切割。打开奥多比 AU， 选择多轨，新建一个多轨对话，确定，将我们需要处理的音频内容给它拖进来，点击旁边的剃刀，切割完成之后，将片段全选，点击旁边的空白，右键导出缩混，所选剪辑，在浏览中选择我们需要导出的文件夹，我这里新建一个文件夹，在混音选项中选择更改，将混合的对号去除，所有轨道中打勾，一共是9个片段，点击确定，这样我们的音频内容就分割完成了。下一步也是至关重要，打开剪映，将视频文件和音频对齐，分别生成视频和音频。其他的我就不演示了，重复操作即可。处理完成之后，一共有8个文件夹，每个文件夹的视频和音频时长都是一样，且都不超过30秒。接下来将会使用可灵或者 LatenSync 的对口型工具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可灵的对口型只有10秒钟，需要分割的更小。LatenSync 对口型工具，只要视频的时长较音频时长长，是没有时间限制的。所以我们需要灵活运用这两款工具，使唇形与歌声相匹配。最后则是将所有素材都添加到剪映，加上过场动画和转场效果，生成 MV。 我们来听一下。风吹过旧街模糊的灯影，谁的脚步在记忆中苏醒，一封信埋在泛黄的日历，那年笑颜如梦般透明，
窗外雨的敲打，孤单夜晚，回忆缠绕成无声的呼唤。黑白照片书说时光的慢，却带不回你离开的瞬间。你是我触不到的星光，却照亮每个寂寞时光。即使天涯隔断了过往，思念仍悄悄生长。你的名字藏在风里飘荡，听见心跳和时间较量，仿佛你还在我的身旁，沉默里诉说过往。深夜里独对一盏旧台灯，光影映出你熟悉的眼神，耳边旋律像昨日的余温，却再也唱不回你的认真。路口霓虹闪烁，陌生人人群，我在人海中寻找你声音。好，我们就看到这里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